大早上起来一睁眼啊，妈干嘛呢？我这张宁，我这样跟你说呢，就你跟王小婷洗的东西，嗯，真是，我不是说你怪我说你们，嗯，浅的是浅的，深的深的，嗯，老洗不透了，真的。你们也不是买这个了吗？以后就使这个。啊，就这洗的透亮啊。这还行，反正肥皂我也使这个洗的好。啊。上次我在海南的时候也挺好的。行。不是，就是。你们在家，我说洗那被罩什么的都洗不出来，我也说不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行了，您一生活有经验是吧？我们努力啊，向您学习。哦，那还凑合，您让我听着还舒服点。啊，吃什么呀？今天中午啊？啊，吃大鹅还是吃什么？我说白了，我还是想吃红烧肉。嗯。哎呀，大鹅其实健康。啊。红烧肉呢，我是也爱吃。嗯。那个什么，问问宝贝儿吧，问问。宝贝儿，王婷，你吃红烧肉还是吃大鹅？我吃大鹅吧。大鹅健康啊，牛牛非要说吃红烧肉，怎么着吧？你们说吧，我一会儿出去买东西，一会儿您给我打电话，到底想吃什么啊？家里没有肉，我得买去。他想吃红烧肉，我说咱吃大鹅健康。你到底想吃什么？快点说，我这就走，我泡着衣服我就走。待会儿你打电话吧。嗯，打电话。哎，想着媳妇儿好。红烧肉的元宝肉，煮几个鸡蛋也行，没有栗子，我们家里，啊，要一般都吃栗子红烧肉。啊，行，吃肉就行了，有肉就行。那您煮几个鸡蛋，老宝贝儿啊。老两口开始操练了啊，红烧肉。呵，红烧肉，这还挂了一个，又挂上一这个吗？啊，这个不错。今儿我爸来做红烧肉啊！啊，今儿咱们弄个红烧肉，嗯，焖点米饭，对，再弄几个青菜，俩青菜就齐了。现在咱们可以给它打一打了啊，嗯，这是肉的，嗯，这是米，小孩婴幼儿的这个咱搁里头啊，也得打一打。这是蔬菜，放里面，哎，三净啊，同时都可以打。好吧，哎，肉类、婴幼儿、蔬菜，哎，打两三分钟，两三分钟，哦，哟，你看这沫子都出来了，看看吗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？看起来这还真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停了啊，基本上这几个这几样按部就班的，基本上就到时间了。你看看这效果啊，这是蔬菜的，嗯，这是肉的，嗯，你看这沫子。看这个，这是大米，嗯啊，一会儿我再给它投一下就齐了，嗯，给它涮一涮，用完了。那家伙媳妇儿露一手就是抄肉啊，这都没沫子了，没发现？确实是。搁一点点油啊，咱把这个糖色给炒一下。糖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化开了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它这个这糖色马上要变泡了，看了吗？起泡了吧？哎，就这个位置就基本上行，再来一会儿。好，好比。放一点醋啊，蒸它一下。哎，煸的差不多了，来点料酒。和这个步骤，我跟你讲非常重要，你差一点都不行，它做出来它不是那味儿，你要差一点，对，来点酱油，好吧，水，哎，开水，下锅，肉吗？肉再来点，好吧，再放点酱豆腐汤。媳妇儿快打下手，这什么东西放的呀？葱、姜太多了，来两个就行吧。搁点没事。姜、香叶。香叶，对对对。八角放吗？八角也放，大料。桂皮，花椒一个小个。对，不用放花椒。那就桂皮这些，再来点这个叫什么，老爸？啊，红曲。啊，对，红曲。搁几粒就行。
好。鸡蛋放进去啊，咱今天因为做的是元宝肉，离不开鸡蛋。我都拿牙签扎扎了。哎呦，扎了得了。嗯。这又是一新招儿，还行，好。再扎一下。哎。啊。金玉，再来一点点水。好了，灵魂搁进去。小腰包。好。OK。香，一千瓦，让它炖吧，让它炖一个半小时，这块变成一个半小时就行。一个半小时。一会儿开锅，一会儿开锅以后不能一千瓦啊。怎么着嘛？又炒了卖菜了？对呀、啊。这次有改进吗？我就爱吃，我自己炒这菜。对，别炒辣了。不要。你妈接着我爸意见，先拿这盐杀一下它。我不杀，那叫爆炒。红烧肉马上好了。我爸再来一个溜豌豆啊，嗯，到这锅里头啊，咱们开始收汁了，这肉已经熟了。好，必须的，嗯。看着就很有食欲，今天让北京章就只能吃一块，让他吃一块。对。多了不能吃了。元宝肉也上色了，看了吗？老妈也在打扫院子呢。五一你们不劳动，嗯。这圆白菜今儿是老妈炒的吗？对，我给指点的。马上出炉啊！哇！太香了。呵，不错。要添点葱，马上一撒，给我。懂了。你撒吧，我们不用蘸手了。我给你擦了啊。来点钱。哎呦哎呦，这来点野蒜苗。那给我吧，我手也干净。还炖了一萝卜。嗯，对。用肉汤炖的。肉汤炖萝卜，白萝卜，通气。妈，给你倒瓶啤酒啊。谢谢你。不用谢什么，一家人说两句。谢什么呀？谢。你还真不拿，别不拿这会儿，你哪天你查查去吧。喝吧，就是这些日子没打麻将。该活动活动脑袋。来人，吃吧。嗯，给我喝点，我也爱吃这个。啊，是啊，是。这边是那什么的。看看啊，这首先咱不先不说别的啊，先看看这个洋白菜啊。我妈经过改良后，在我爸指点一下尝尝，行吗？妈。你呀、啊，就会嘴。啊。怎么样？嗯，比上次好吃。他真是会了。他那什么，我个屁！吃点肉也吃点肉。嗯，吃吧。看这肉啊。都有什么菜啊？主要今天主要是肉啊，是红烧肉。嗯。嗯尝尝。嗯。嚯！噔噔噔噔。老妈尝尝，主要是鸡蛋先吃肉，老妈。鸡蛋，鸡蛋，一人吃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也来一块肉去。给、嗯。怎么样？这五花，肥而不腻。嗯。嗯嗯，这个好吃，这我最爱吃。这个肉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嗯，有那机器打完以后就不用焯了，我觉得焯不焯都无所谓，嗯、愿意焯也可以，反正我觉得啊，啊，不用焯，这不挺好吗？嗯嗯，老妈怎么样？香，觉得、嗯、一点怪味没有，嗯，一点怪味没有。老妈觉得怎么样？肉？嗯，我没吃呢。我妈顾不上了，瘦肉塞牙吗？不塞，你看。真的，嗯，不错，是不是颜色是是着点儿？高兴着呢，我不敢提意见呀，我一提意见就撸喷子了。是呢，是呢，萝卜，萝卜、嗯，赶紧吃来，宝贝，嗯，不错，吃吧。妈，你这口重吗？你有个眼，有个眼吗？没个眼，就搁着一品鲜酱油搁了一点。嗯，嗯，好吃。嗯，你最爱吃哪个呀？肉啊，嗯。无肉不成席呀、啊，嗯，好吃，溜豌豆也好吃，嗯，弄咱也就五个菜了，哈哈哈哈，一人一个，兄弟，一个多一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是吧？那咱们可有一点点那什么了，不舒服了，咱吃的饱，中暑了吧？嗯、我给叫叫，怎么不舒服？还吃。你咋都不见了？蓝妹儿，
来吃饭吃肉了，来过来，过来。不用，张俊，来把那盆上面那盖给拿开，里边有白薯，已经凉了，让他吃吧。蓝波吃叔叔了，蓝波。吃饭。